由南投县跨界经营交流会以及南投县研究指导员协进会所带来的一段老北少的表演，原本是要强调经验的传承，但出面的演出和装扮将现场所有来宾拢大家笑声不断。感谢各位吼过去的支持，但是更加重要的任务。红的旗啊！南投县跨界经营交流会以及南投县研究指导员协进会两会的新旧会长联合交接典礼，在简单隆重的气氛下展开。会中包括县长李朝卿、市长柯淑华以及南投地检署检察长朱坤波等人员出席，拢出席到场观礼，并确定两会在这几年来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其中看出的重要贡献。前任的、现任的、卸任的会长都能够用心的经营。未来的两位新任的会长，我们都看到他们四位都是四位做得很成功，还能够来带领大家互相交流，把经验互相切磋，所以大家共同来求进步，讲这是最好的一个两个会。今年我们跨界会算是也把各项工作哈都很圆满了哈。我嘛甲咱的今年的张会长互送去迄个得到今年经济部吼 GO 团体奖啦吼。另外，南投县跨界经营交流会以及南投县业务指导员协进会新旧会长交接典礼，在南投县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总干事拿文杰以及经济部中部办公室主任吴文高的监督之下正式完成。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